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人怎么拍视频，自拍杆放在胸前架住，拍的过程中我会不断的点这个暂停，拍完之后点击音量消掉这个原音，然后配上合适的音乐特效滤镜，可用可不用。我深爱着星光，最灿烂的地方是我万家灯火的故乡，晚风荡漾的香天的芬芳，还有那首童谣轻轻唱。我深爱着 But I can keep on talking, listen to my heart.